标股新天地，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陈学进分析师主讲，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深入产业第一线，挖掘第一手情资，专攻主流产业标股，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欢迎收听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欢迎听众好朋友准时收听每天晚上9点的标股新天地，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就是轮源投顾陈学进大师兄哦，老师好。齐真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得了了，老师，今天我们是加权指数跟柜买指数都同步的写再写历史高，对不对？对，没错。哇，金价是嘞，台股好强哦，好感恩有台积电，还有这么多好的公司哈、哦。好，台股今天是大涨了244点，指数已经来到了20466喽。哇，很多人这时候都会想说，早知道还是要买，但是要买什么？怎么买呢？没关系，今天节目好好听，而且先预告一下，我们大师兄今天呢，也为了我们股海的朋友。我们这给一个明灯啦，哈，对，没错，对呀，因为呢，如果错过了像老师之前的这个 JPPKY， 还有加必奇，还有信鸿科、广达等等的话，哇，今天老师要分享了，这个有一个标股完全攻略要索取哦，哈，没错，仔细听完哈，好，时间请江老师。好的哈，那因为清明节嘛，哈，那有4天的连假。那我想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maybe 可能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大涨4000多点。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赚到钱啦。或许只有赚一点点。但是一个波段很多的股票都是一倍两倍擦身而过齁。对呀、啊。我们要紧口秀齁。那到底现阶段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在四月份呢、啊四月份有机会大涨50%甚至一倍的一个主升段标股。我都给大家传话齁。所以我在这一份资料里面我会特别针对三大的选股条件。第一个就是要符合低基期的概念。如果对于有些的一个股票它是已经什么样基期相对的一个高齁，那这种股票就不列入我们选股条件齁。然后位阶不能够太高。股价要经过的一个适度的一个震荡换手的整理。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具有转机爆发成长的题材。而且股价还没有反应过。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往往都会因为看到股价的一个上涨那受不了了。第一次涨还在犹豫，第二次涨还在犹豫，那等到真的股价哇，每天涨，每天涨，哇，都已经大涨一倍两倍了那这个时候受不了了，但是股价都已经怎样，已经反应过了，那已经反应过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想要跳进去的话，对，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是恐怖的哦，你来看看啊，像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先进光3362的先进光。我当时买在87.8块104-145大涨上来 286.5 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但是总是有些投资朋友真的很勇敢啊。哇 ,280几块我还去追啊。结果你可以看到现在剩下多少哎呀。220嘛。220你看光是这样一跌一张跌掉60几块、啊。那为什么会跌下来，因为股价都已经反应过了嘛。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一个这个散热模组的旗红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对，我买在140块。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上。后来一波大涨来到677。是。当时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会员问我老师啊哇加必奇哇还在涨欸我们还可不可以再追我就跟我的会员说就他妈的啊这个时候要懂得获利换口袋。我在节目上我都有事先提醒大家你不要再追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进去啦。那么如果说有听进去我恭喜你你至少最近的一个下杀的拉回你看一张就跌掉多少 ?166 块这丢的700几万啦。散热。是未来的大趋势这一点没有错。
但是毕竟股价都已经涨多了，涨多了，你说它未来还要再大涨五成，要再大涨一倍，那我问你，股价需不需要经过适度的整理？一定要经过适度的一个整理嘛？对。哦，就像什么？哦，就像永德也是一样啊，3698永德，你看，哇，三月七号大涨上来，哇，你以为它要往上冲了啊？结果你跳进去的结果，你看啊，才几天的一个时间呢、啊，哇，一张就跌掉多少？一张就跌掉20几块，十张都20几万都没去啊！哇！啊，甚至有的人呐、啊，啊，如果去买到电源供应器的一个细粒 KY 啊，哇，有影啊，第一里头啊，你讲细粒 KY， 哦，真的是往下 K， 不是往上 K 哦。哦，你看这一档股票真的是往下这样一路跌跌不休哈，那这一波跌了37%，很多股票都是往上飙、嗯。但是你买错股票，你没安怎、嗯哦？所以我在今天呢、啊，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啊，在问我说，老师啊，现在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之前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双红一样？嗯可以像我们之前啊带会员朋友所锁定的一个五月天的阿信信鸿科一样，可以像啊我们带会员啊朋友家族成员锁定的一代家人的一个加必奇一样，第一档布局买进之后，能够的一个让啊这个连袂的一个飙涨上来，我大家讲，我大家传呼，我大家传呼啊，所以我今天我特别。准备一份第二回合主升段标股完全攻略。在这份的一个资料里面，我照惯例我只挑选三档股票。啊哈是。你放心啦、啊、你今天拿我的一个股票，我一定是给大家最好最棒的股票。是。我们除了分析师的一个责任啦、啊、我的责任除了带会员朋友赚钱之外。嗯我也是期盼啊，今天不管你有没有参加我会员，我也是希望你今天你拿到我的一个资料，我都能够带给各位大财富。嗯嗯嗯。这是我的一个这样我的一个愿望啦、啊。所以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或是加 Line 或 Telegram 呀、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拿到这一份。主升段标股的完全攻略、第二季最闪亮的一个标股、信鸿科第二加必奇第二、就在里面抢、先曝光就是要让你坐在轿子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信鸿科五月天那个阿信我相信你如果有持续锁定我节目你应该很清楚啊那阿信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表现能够这么的犀利啊我就跟他说过了我说阿信、他会跟、台积电同步成长、啊嗯、哼哼因为他是台积电相关的一个供应链厂商、啊嗯、哼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台北股市表现最凶的是谁、嗯、哼都是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啊yeah、台积电大涨、啊、相关设备股大涨啊涨20元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我在1月29号113带会员朋友锁定、甚至2月21号144、再度带着新进会员朋友同步锁定旧会员朋友加码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188块了、嗯、那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犀利、因为、他主要公司成功开发出啊高频电磁波防护吸收材料、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现在随着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那先进制程往往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杂讯、那很多的一个杂讯因为公司的一个高频的一个电磁波防护吸收的一个材料刚好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带动公司的一个营运啊哇，持续这个看好，以及股价的一个大涨，包括的一个一代家人的一个加必奇也是一样啊。我相信很多你看到的一个讯息也是一样啊。哦，你可以知道啊，哇，因为最近的一个 NVIDIA 啊，你看 NVIDIA 啊的一个 GTC 的一个大卫发表，是那 GTC 大卫发表里面最亮点是什么？第一个除了人形机器人嘛，
人形机器人带动最近的一个 solo 机哦，人家是真厉害，人家是一直 solo 机 Kiki。索罗斯还会想讲什么索罗斯？哦啊，我可惜了，无买啦，我也买落去哦，今日真正是，金黄鱼。哦啊，再来就是什么？是哦，高速传输连接线。所以你看，我当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哎，当天三月八号加币起啊，当天杀跌停，跌停板谁敢买？为什么我敢买？我相信你今天你事后你都看到了，今天已经来到多少？嗯，当时候如果你懂得啊啊拉回，你懂得锁定的话，现在都已经来到162块了。我就跟大家说过，洗得越凶，涨得越大，先蹲后跳，涨更凶。哦，大兄，一切都敢讲在前面了 啊！或许你会说，哎，老师啊。啊，当当的，今天怎么没起来啊？我知，因为你昨天，我们最近太常呼唤他了。对，没错。鱼啊，真的会上。啊，真的啊，每天我在讲陈董哦，哦他右眼耳朵会痒，我左眼耳朵也会痒。国巨的老板是。啊，对了，其实他今天很漂亮，今天没有涨。哦。今天没有涨。欸、其实没有涨才是好、啊、并不是说没有涨、啊、就代表说哇、啊、没有涨它就不会涨、哦。做股票不是这样看的。你要知道国巨它是、今年的一个景气、哦、我相信、公司派也讲得很清楚。哎、今年景气它是、处于一个 L 型的一个复苏、嗯。什么叫做 L 型的复苏、啊、就是我第一季我营运是谷底嘛、嗯嗯嗯。然后我第二季会怎么样开始缓、慢复苏嘛。然后第三季开始加速成长，那我问各位，我今天我要买股票，我要买在什么时候？一定要落底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布局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的一个锁定那个股票，都是在落底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会员朋友全力布局，全力买进。1月30要544买，2月29号548买，哦，然后一路的一个震荡走高上来，500多块再继续买。继续买是哦，你可以看到啊，如果以预估啊，今年有机会上看五个股本以上，明年预估有机会上看六个股本以上。我昨天也跟他报告过了，很多公司啊，如果每股获利啊，有机会上看五个股本以上，很多公司的一个股价都已经1000多块了。是，所以我嘛爱再一次呼唤，当当哎，咱爱加油啦，哈、哦，恭喜你啦，哈、哦。再来，哦，是美丽人生呐、啊，美丽人生，好、欸哦、美食啦，哈、哦，1795，哎，不是美食天堂啦，懂哈、哦，这档股票很漂亮，今天收红、嗯、哦，今天没有大涨啦，今天只是涨个2.5块，我告诉大家哦。这档股票我就直接摊开了啦，我就直接摊开，就跟广达一样，我都直接摊开。广达差1块钱就到300块了嘛，啊，300块这个时候再去追吗？我觉得没有意思了嘛。嗯、我们已经赚进来赚到手了嘛，啊，你其他的如果说你有跟着我们脚步，你破单单你就设好停利就好了嘛。啊，加码单你要懂得怎么样？你要懂得、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啊。嗯嗯嗯，那你可以看到啊，像美食啊，美食以去年赚了15.72块啊，是啊，今年预估有机会 啊上看两个股本，明年啊、甚至有机会再上看三个股本。嗯嗯嗯，那你想想看，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告诉大家，不鸣则已啊，一鸣绝对惊人呐、啊。说不定啊，明天说不定会怎么样？明天你自己看呐、啊，我不想讲太多了哈、嗯哦。那么重点来了哈、哦，这个行情我告诉大家，你大可放心哦，你大可放心。或许很多人呐、啊，可能看到指数啊，我都已经来到这个20000多点了，我今天再创新高哦。那就像昨天呐、啊，昨天的时候，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想说：“哎呦，啊，清明连假会不会变盘？”啊哈！我告诉大家，你真的想太多了。你每天都在担心变盘。哎，对啊。对，每天担心变盘，从过年前担心到现在，还在担心变盘，还担心涨太高，结果一直涨。对，从15000多到16000多，到17000多，到18000多，19000多，现在来到20000多了。确实。哦，大兄还是老话一句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如同我昨天跟大家说过的，我说这个行情一定还会再跌破许多专家眼镜。我相信今天你都
看到了。嗯嗯嗯。哦，整个的一个行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多方的一个控盘者真的很厉害。为什么我说真的很厉害？你想想看哦，今天开高大涨再创新高，我问各位，今天有没有出现接近的跳空缺口？嗯哼哼。为什么今天没有出现接近跳空缺口？嗯哼哼。哎，今天开高哎，那昨天是怎样？昨天拉一个怎样？昨天是收黑 K， 那上面拉一点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影线呐、啊。那今天开高刚好开在的一个上影线的边缘，你看这个控盘者真的是很厉害。嗯嗯嗯。哦，我觉得这个控盘者哈、哦，真的是技术分析哈、哦，有学过技术分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开高，然后又缓步的一个这样往上的一个做推升。哦，包括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指数啊，稳稳站上的月线、季线、年线，嗯，还有缺口跟形态的一个支撑，也没有出现爆量长黑倒转反转的形态，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啊，趁着现在，嗯嗯嗯，如果你还在担心你不敢买，哦，将来再继续涨下去，你更难买下手，嗯哼哼，哦，行情都还没有结束。哦，就不必自己吓自己，哦，那么现在啊，最重要的哦，还是在个股啊，哦，那么到底在四月份，因为今天啊、已经四月二号了，嗯，对，哦，四月二号，昨天有人说啊，四月一号愚人节传出什么巴夏克的一个巴爷爷要回头要买台积电，所以今天大涨，结果这个可能是真实的 哦，不然今天为什么会涨这么凶哈？哦，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哦，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哦，你不要等到将来的一个指数啊，哇，大涨到两万一、两万二、两万三，甚至未来的一个涨，未来的一个哦的一个涨，未来的一个第三季、第四季，哇，可能到两万四、两万五。我告诉大家，你准你看哟，你绝对也得成功。哦，与其这样，趁着现在啊、都在多方控盘格局啊、没有改变。哦，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用一档股票拼翻身，想要用一档股票拼翻倍，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二季最闪亮的标股是信鸿科第二，阿信第二，加必奇第二。哦，大兄啊，打个传呼啊！哦，今天独家限量开放免费索取。嗯嗯嗯。所以你现在你只要做一个动作，第一个打电话进来。哦，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入 Nine 的 Telegram， 成为我们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想要跟着大兄一同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赶快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跟我们线上理财人员来取得联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哦，好哦，好，这份资料一定要先索取喽，稍后就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陈学进大师兄要分享给大家大获全胜的低基期获利爆冲大人哥偷吃货的第二回合主升段标股完全攻略哦，其中当然就严选出三档好股，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来电直接索取咯，02-2321-9933 02-2321-9933，如果错过了之前的这些广达、伟创、 JPPKY啊，中兴电、加必奇还有信鸿科，好，邀请大家小 JPPKY 小加必奇、哦、这个资料呢就要送给你了，欢迎现在就可以拨打02-2321-9933哦。洞悉主力大户筹码变化，领先业内法人提前布局，没有不能赚的盘，只有不会做的人。专业、诚信、负责，陈学进分析师是您可以信赖的专业操盘手。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或免费加入标股新天地 LINE at ID 小老鼠 GOLD99。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今天第一件大事就是资料要索取，还有第二件大事接下来怎么看怎么做，好，再请我们大师兄补充了、好的，好，没有问题、哦、那大兄、帮大家准备的这一份的资料，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会让各位沧海一声笑。为什么会让各位沧海一声笑？很简单啦、其实我已经都选出来了、第一档绝版二字头、这一档低基期的长辈股、
哎，现在才二十几块，人人买得起一档的一个股票。嗯嗯嗯。那你想想看哦，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来谈，他去年赚了两块多，等于是说我去年我前年我是亏钱的，我去年赚两块多，哦，去年两块多我还转亏为盈，而且大成长。然后社会台电的一个强化的一个电网的标案，目前在手订单啊，至少五十亿啊，而且还有客户转单的一个效益啊。哦，目前每个月出货400吨以上，贡献营收哦，每个月是 1.1 亿啊，业绩真的是超旺啊，产能满载，21年大底上档空间很大很大很大，才刚刚开始啊。那我问各位啊，一档股票如果现在二字头，未来有机会啊，哦，看到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我问你，你要不要？哎，啊，如果你想要，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加奈或特特鬼成为我们好朋友，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拿到这份资料。第二回合主升段标股完全攻略，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奇珍。嗯，感谢大师兄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有长期锁定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大师兄的操作逻辑哦。好，这个产业的部分呢，绝对哦会为大家来事先的规划哦，那么不会追高的哦，是提早做布局哦。让别人来帮忙抬轿，我们是买低卖高，获利调节的正最好最优雅的节奏哦。好，想要索取新的股票三档，稍后的资讯一定要掌握。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我们陈学进大师兄了，谢谢你。谢谢徐真，谢谢大家，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好，听众朋友，想要索取这份资料吗？赶快把电话记好，现在就可以拨打服务专线咯，02-2321-9933 02-2321-9933。陈学进大师兄说，这一次的资料呢，一样的有三档股票哦，这是主升段的标股完全攻略，限额100名哦，额满为止，欢迎现在就可以赶快来拨打，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大获全胜咯。新的股票绝对不会追高，老师透过了产业还有其他的观察严选给您的哦，欢迎直接免费索取02-2321-9933 02-2321-9933。当然认同大师兄的操作，也欢迎您跟上老师的脚步咯，来电的时候可以同时咨询专案优惠分享给您哦。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为您下好每一步棋，无论股票期货选择权，皆能以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专业诚信负责。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免费加入 LINE at ID 小老鼠 GOLD99。 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号。